王彩华的女儿婷婷近日受邀到王彩华与苗可丽的网络节目，被问到是否有晕船过，对此她也大方承认有，不过已经是国小的事情了。随后分享到朋友晕船的故事，她跟搞笑脱口说道：“淡水没有男朋友，就等于没有脚。”一番话让苗可丽和王彩华都相当困惑。对此，婷婷也解释说道：“因为淡水去任何地方都非常远，自己身边的女性朋友也都不会骑车，所以有男朋友就很方便。”随后，王彩华也提到自己很赞成婷婷可以多多谈恋爱，因为这样她的人生才会更多经历，才能让她成长。最后，苗可丽也询问到：“如果有天婷婷带女性伴侣回来，你可以接受吗？”对此，王彩华也回应说道：“完全是 OK 的，更表示只要女友幸福，自己就很快乐了。”Bye.